小姐，对不起，可以邀请你拍摄今天我最美，做个摩天轮这样子，哎，怎么样？可以吗？好的，那谢谢你哦。身高170，体重50。那我现在的工作是服务业，我是摩羯座，最喜欢逛街跟看电影。谢谢大家。风景不错吧？高雄，一定要来梦时代坐摩天轮哦，拜拜。